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声音训练咬字清晰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何咬字清晰呢？我们就要做口腔运动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舌头中缘处，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前面三分之一处，我们试图用力，让舌头灵活起来。比如说，我们念几个字。我们用想象力，注意力放在这儿。三字经，百家姓，千字文，弟子规。我们三分之一处啊，三分之一处的那个点用力。然后呢，我们有舌头的一些口腔的运动，比如说啊，伸舌、转舌、转唇。还有，放松一下，啊，这些呢，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舌体在运动，口腔在运动，帮助我们咬字清晰。